现在我出发，然后要去那个我的东东首映礼，我现在要出发去载我的公主，所以等下应该会看到 Linda TTV 的 Linda， 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红 ，which is 我不知道有谁来啦，然后就看了。我们到一家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吃晚餐，然后等下我们就去制定一个你的首映礼。大家没有，我没有录到，莫名其妙。你要水喝吗？台湾的水不是普通的水，他们的水的意思就是白开水。如果你要有味道的水，他们就会称作为饮料水。安迪一下。领导，怎么你？领导 ，hello， 看你的脸啊！看他，他家那个花，他把那个花插了，对。人家把花给我们，连他就插在这边，当做是那个雄花，插的街头，插的多，插的多。你真的炸耳朵，够力！等下我就这样进去了。等下我就这样进去。哎呀，看不到，我们来看家电脑 Galaxy。没有了。我们还没有得进场，那边忙到死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等进场了。那么我们现在进去了，中点。我们现在九点才进去，所以应该所有的进度都会低了一点点，这样子。好了，制定一个你的首映礼完了，然后我们来吃宵夜。吃宵夜。抓住你，快！然后刚才看到很多人，有看到。哎，我讲。哎。我看到三镜，然后我看到 Danny， 然后还看到林宝贝。林宝贝。看到杨宝贝，然后你看到沙子的阿姨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 Cody。Cody 好。看到周硕，周硕你不认识。还有关于我们前面。对我们是哦，那个 Kenny 懂。没有。我们还有个香槟房。这样的，我们来吃宵夜，因为有人讲他嘴巴痒，嘴巴痒就要抓一抓，还要帮你抓，抓。嗯。会。很特别的，看这个眼，有公主的广告，对。这样了，吃宵夜。宝贝，我问你一个东西啊，这个火腩饭呢，吃了之后会怎么样？
河南饭。少说一点。说怎样？这有是南，应该叫河南饭，不对咩？有人不要理我了。